谢谢。画面上是基隆的国门广场，满满的人潮都是为了基隆家福中心的岁末暖心会爱心锣活动，许多爱心满满的社团跟企业纷纷上台来敲响爱心锣，募集扶幼基金帮助家福个案，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。基隆市长林佑昌率领的市政府社会处长吴挺峰到场共襄盛举。一响，两响，三响，四响，五响，谢谢。等一下，刚才是代表市政府敲，刚刚我有问我们吴处长说，我可以敲几下？哎呦，吴处长说至少要五下。是，那我刚刚已经讲了，我们希望能够去支持家福中心也达成今天的目标，所以市长再加五响。好，掌声。一八九十，谢谢，谢谢我们林市长，感恩，多谢。九七八九十，第九十，谢谢，谢谢万年顾问团，总共二十响的爱心锣。那个超过一百个一起来加入我们那个万年顾问团的那个伙伴，我们今年刚好第十年了。我们的那个团长跟那个贤伉俪一直要支持，包括他说以后他的子女第二代第三代要一直支持家福的善心活动。因为我本身我自己也是家福中心照顾过的孩子，所以呢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，然后呢趁着这个我们家福这个平台，我成立了这个万年顾问团，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团体。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哦，来参加家福岁末联欢的活动。那在现场看到非常多各界的爱心不断的涌入哦，那我们自己也尽了一点微薄之力，希望抛砖引玉。另外一个爱心现场呢，是基优的志工表扬大会，由市长林佑昌亲自来表扬这些爱心志工。市长表示，基隆现在有13000多名的志工，276个志工单位，每天在不同的位置上奉献心力，来提供市民优质的服务。为了感谢他们长期的无私付出关怀社会，特别来进行颁奖表扬。这么多年来，这些志工的一个伙伴哦，为我们基隆市政府的团队，还有包括我们市民朋友奉献非常的多。那我们今年还特别增加了这个基优家庭的一个志工奖项，那就是他必须符合这个一个家庭里面有两位在当志工，那他们服务的年数这个还有时间都非常的长，甚至有达到20000个小时啊。那我想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，所以今天呢特别针对我们全国全市还有团体跟个人来进行表扬，我觉得这是我们基隆市很重要的一股力量。那当然市长也希望这样子一个力量能够扩散，然后让基隆市呢变得更加美好，也能够更加的一个进步。市长特别感谢他们长期的无私付出关怀社会，善尽公民的义务，让基隆这个城市变得更加温暖有爱。记者黄日升，基隆报道。